看看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哦，我们要去蓝湖岛，新山的蓝湖岛。耶耶耶耶耶湖啦，蓝湖岛。蓝叶山，蓝湖山。蓝叶湖。蓝叶湖。Blue Lake。不是蓝湖山咩？上网说是蓝湖山呢。那么到底是蓝叶湖还是蓝叶山呢？其实不一样的啦。就不会掉下去。不是这里呀、啊、吗？这是红色的这种。Baby， 宝贝，你要去哪里？啊？我要去蓝湖岛。啊不，蓝湖岛。蓝湖岛。我们没有拿雨伞，知道不？是。应该拿雨伞哦，又可以拿。没大喊尿啊？没有啊。还有点就错了，还一个。人生第一次体验了，第一次这样子冒险上山，从来都没有上过，自己闯一闯啊。你看我宝贝他们全部都在走在前面了哦。很多树的没有抱。啊，拜拜！那就休息，等外婆。嗯，去吧，走吧。可以吗？油脂盐。是啊，结果这个敌人家是踩那个油脂的。我觉得应该不同的路看不同的。走旁边。哇，怎样跑？一个两个投降了。我跟你跟我都不敢再跑了。耶、我
啊，很斜。要到了，到上面的，要到了。好累啊 ！Oh my god！ 累吗，宝贝？没事没事。哇，终于到了！那边还有一条路，你看，更靠近。啊？这样我们不用爬到这么累了，其实。走，他们从那里，从那里那边哈。是咯。那边再下来哈。这样他们应该是走那个低的，我们是爬到最高的。哇！跟我走，你走。山路好走吗？我们终于下山了，哇，过程好累，又下雨。嗯。当当，哎。